最后这个暂停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他罚球只要手举着就好，不准有任何的一个身体接触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暂停结束，比赛只剩下2.6秒了。这个又没有，这个又你想跟他火锅吗？浩轩，你要冷静。那我该最后那暂停要干嘛？浅姐不进球，对不起大家。横替黄队光头，全明星黄浩轩上场，秒忘指令。请宣布，得奖的是史德伟。不要哭！水中的男孩，本周全明星太蓝了 ，MVP 入围的赖 K、黄宏轩、许德伟三位全部都是蓝队来着。诚如足球小王子所言，他扛了足球，还有何球；他雷扛了足球，还有羽球；他则扛了跟加油的新闻。A 豆反而是子贤，差点扛不住，在足球12码 PK 战连连落赛，直到浅姐说了重话才建功。子贤进了秦香，曾毅翔双掌齐出，把球挡出来了。这一脚也踢飞了，这一步，我直接讲啊，你再不进球，该招。我们这个项目非常依赖你，这球你是一定要进。好，你不进就对不起大家。上去。好，一定要进啊！小心。黄队扑的辛苦，但蓝队最终也扛住了压力，拿下足球12码 PK 战羽球和合球的胜利，狠狠踢了黄队的光头。打七不是打一，现在剩下了24秒的时间了。莱皮控的，哇，在下半场剩下19秒的时候，莱皮突然之间接到球，对，没有人守他，放了进去。黄宏轩直接一个防守位站到位，让他没有办法出手。继续举手。举脚，空档出来了。林佳佑接到队友的传球，在进攻区这一边要找队友。其实队友不能定在原地，你要赶紧跑出一些空档。黄宏轩的出手，现在剩下不到15秒的时间了。这个时间拖过就赢了。失误，蓝队就可以赢了。黄浩轩的出手非常精彩。最后这个暂停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他罚球只要手举着就好，不准有任何的一个身体接触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暂停结束，比赛只剩下2.6秒了。这个又没有，这个又你想跟他火锅吗？浩轩，你要冷静。那个球给他投，他进了，我们就给他拍手，也不会是2分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没进啊。不是有没有进，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这种动作。那我该最后那暂停要干嘛？有没有听到那些掌声？过去的几周，你们都是站在冠军的位置嘛，所以你们没有体验过输败，对不对？比赛很公平啊，有不公平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打不赢别人啊，我们就在最后的30秒让人家得分啊，我们连最后的进攻机会都没有啊，比赛就是这样子啊，赢我们大家都一起扛，输我们也一起扛，我们就是一个团队。尊，很多成长都是从失败开始。我宁愿你投不进，我也不要你害怕出手。你今天做得很棒，结果我们没有机会让我失望。我让你把你的感觉记起来，永远记起来。OK， 怎么输怎么逃回来，下次怎么逃回来，好不好？